你肯定是因为喜欢我才来照顾我的，不是吗？你告诉我不是因为你兄弟，你告诉我是因为你喜欢我。你先别哭，听我讲。你说，我是承认我刚认识的是喜欢你，但是那种喜欢，我说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但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。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，真的。我不是故意去挑拨你和陈毅的，我看到你们很好，我也很开心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忘记过去，忘记你心里面那些所谓的阴影。小丹，你现在让我忘记过去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想跟你重新开始。我不可能会跟你在一起，小丹。为什么？ 是我照顾过你，我承认，但是我觉得换成谁都会是那么做的，而且我现在真的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亲爱的，我早已不懂得。